你们好，中国新年晚上你们要做什么菜？我要做 jalapeno。做煎了牛肉需要什么食材和调料？做 jalapeno 需要牛肉、jalapeno 油、盐、酱油、胡椒、姜和蒜。我家没有蒜和 jalapeno，所以我需要出去买。煎了牛肉听起来很好吃，亚历山大，你要做什么菜呢？我要做酸辣汤。酸辣汤辣得要命，我不喜欢吃。我也不太喜欢吃，我不太能吃辣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不喜欢酸辣汤，我就做糖醋油。做糖醋油需要什么食材和调料？我觉得做糖醋油，我需要糖。酥油、油、盐、姜、蒜，我家没有油，所以，我需要出去买油，因为我觉得吃新鲜的海鲜。柯诺，你要做什么菜？我要做我的拿手菜，蛋炒饭。做蛋炒饭，我需要米饭、鸡肉、蛋、葱、油、胡椒、盐和酱油。你的拿手菜听起来很好吃。除了菜以外，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们得准备甜点、水果和饮料，我可以准备蛋糕、西瓜和可口可乐。你们呢？我想准备南瓜派和苹果，我只想喝水。我要准备布丁和橙子，我也只想喝水。可以，每道菜听起来都很好吃。我现在要出去买菜了，再见。我也想出去买菜了，再见。再见。